有人話通脹係退休最大嘅敵人，所以退休之後繼續投資尤其重要。喺冇收入嘅情況之下，起碼都抗到通脹。今集退休即滿分，強積金專家梁世傑會為大家盤點五大類退休後投資產品嘅利弊，同埋會教大家點樣靈活捉緊高息定存嘅尾巴。